每一年财神爷都会下凡，把财富送给好心人。嗯，今年要选哪一家呢？这一家普普通通，幸福小两口，结婚多年，虽然没有儿女，却领养了一个小女孩。嗯，有善心啊，这一家有品味，企业大老板，有钱有势，经常还做慈善。嗯，有善心，今年就选他吧。嗯，阿婆，吃不要这碗脸啊，怎么这里是这样做的？是要开会的。妈呀，什么你打过牙印啊？哎，你有问题是吗？我的事业重要还是你家务重要？家务重的女友不用做，一天一户不了吗？等一下见大老板嘞，这户怎样？妈呀，你怎么不给阿燕？这边来哟！啊，来这来这，快点嘞！需要这老婆不随都难啊！我做了这样多，一点都不会感恩呐、啊。睡一下先。哎，今天老公又买新车了嘞 ，Foreign 也很美嘞，我们只是买一辆。再看啊，再看啊！咦，我生日要到了嘞，呀，你醒悟一点呐、啊！我看中了一个 Chanel Limited Edition 的，你买给我啦！我们下个礼拜有宴会。你不是刚买新一个背包咩？才拿两次罢了。人家 Jenny 啊， Chanel Limited Edition 啊，也是用一次罢了，这些东西很快过时的，我们要跟得上潮流。就做名牌店啊，做你们做爱面子的噻，反正拿一次罢了，不如跟姐姐。我是打店呢，你要我跟人家借？你这样吝啬，你这样发达哦。Hello， 就是我不能发达，就群众老婆不能发达了。啊，这样都要吵？阿咪阿咪阿咪，你看我考试拿100分嘞！哇，厉害嘞，阿伯！等下爸爸回来叫爸爸奖励你一下。谢谢阿咪，谢谢阿咪。吃饭吃饭，来。老公你回来了啦！回来，等等，帮我安个。哎，老公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帮我买卫生棉呢？哎呦，我今天很忙哎，忘记了。哎，下次这种东西你有 shopping 自己去买啦。我是一个打斗嘞，这种卫生棉的东西，我帮你去买给他试药咯。我是很多东西做的嘞，叫你帮嫂嫂忙不能咩？你忙？你忙什么？阿伯又有司机在，你叫我有嘎嘎帮你做，你忙？你忙是打麻将，你忙在嗨 T 是吗？你现在做么？给女人享福是男孩子的本事，那你像你这样小气鬼，你不像个男人啊！我吃饱不要吃了，吃一顿饭都不得安宁啊！等等，怎么可惜我啊？嗨。我还是走人吧。你是干嘛那么打刀吧？你摸的啊？你摸的摸的摸的啊？哈？你老婆摸打刀哈？所以你马上一堆，马上一拎。阿伯又问，哟，那么马上马上拎？那收入又不一啊？租金卡那边打租金啊？唉，这家家庭富有，外表光鲜，但是每天吵吵闹闹，扫兴。我还是去别家吧。老板，早安，早餐准备好？哎呦，老公，忘记帮你烫衣服。哎呀，不用紧啊，你看我烫了咯，好不好看？嗯，还不错。还有啊，你的衣服帮你折了。哎呀，你真好哦，谢谢你。来，吃早餐。早餐。哎呀，平时啊，你啊又要送女儿读书，洗衣煮饭做家务，我分担一点点也是应该的嘛。老公，你真体贴。小事啊。爹地妈咪，我考了100分。哇！上班呢。这样不如他学校假期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旅行了。好啊，可以啊。Yes。来，吃早餐，吃早餐，你看。老婆啊，我刚刚跟王总吃饭哦，他出了一个新的 BMW， 很美耶。是吗？我们的 SD 妈也救了，不如我们换一架。可是我觉得汽车只是代步工具吧，我可以驾就可以了啦。不如我们把钱呢拿来投资房地产呐、啊，回酬率更高。嗯。还是老夫你最精明。当然。啊，对。下个月你生日，我买个包包给你啊。不用啦，去年你送我的，我都没有什么用，不要浪费钱。老夫有你真好。嗯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回来了，今天吃了你最爱吃的炸鸡。哎，谢谢老婆。啊，对，老婆，我帮你买了卫生棉了。咦，这么也会去买的？我刚好看到你用完了，不是帮你买哦。啊，对，老婆，你不是说要减肥了吗？减肥一定要减到健康。我特地买了这个 Herbalism 给你，然后又没有副作用，减肥之余还能保健。哇，老公。
公，你最好了，谢谢你。这才是真正的福气啊！好，就把今年的福庆给你们吧。活到一千岁，到一半生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哎，这个 Off-White 红底裤送给你，喂，很好穿，很舒服的，穿了今年一定硬啊、硬啊、换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走走走走走走。怎么你们这样 on 的？大内裤。怎么这样衰的？哎呦，等不能来，怎么办？散啊！家和万事兴，只要和和气气，福气自然来。财神爷在这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快啦！